大家好，今天呢我们练习一个训练腹肌比较理想的非常简单有效的一个方法。那么两手呢按着这个凳子啊，然后呢膝盖呢抬起来悬空，然后呢大腿不要动，然后小腿呢前后晃动啊，累了嘛歇会儿，然后呢等一下再这样晃动啊。这个动作呢不仅练腹肌很好，而且对这个臂力、肩膀啊、小臂、上臂啊，就是对臂力的那个练习也很就是也非常的有效。微信扫一扫屏幕上方的二维码。